Thank you.
非常棒的舞蹈团的小朋友，要以非常精湛。那在他们的准备的过程中，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一首曲舞啊。那当鱼软跟孵出了幼鱼的时候，这些幼鱼就会到大理家长会长协会常驻监事陈茂林陈建。那是因为他们家长对于我们大园国小的支持，其实大园国小是一个非常，您只要在周末假日经过校园，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社团，甚至有的孩子他同时又可以习得。